嗨，快来，醒醒，已经到我了，快来。生活很苦，有我扎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DJ48 的预备生唐晨薇，大家可以叫我唐或者是 TT。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自报家门喽。我是一个喜欢吃辣，并且喜欢吃火锅的山西人。偷偷告诉你哦，我还有一个外号叫零食搜刮机，哪里有零食，哪里就有我。我们 DJ 新生的零食已经被我搜刮光了哦。小时候奶奶经常骂我，因为奶奶家离超市特别近，每次我一到奶奶家的时候就会一直去超市，奶奶就会骂我，每次超市的阿姨看见你都要开心死啊，一直去。其实我看见阿姨我也很开心。超市我爱你。我的专业是舞蹈，然后我是学民族民间现代和古典舞的，我大学之后就变成了舞蹈编导。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，如果想继续解锁我的话可以来关注我哦，拜拜。